机智章99年。这件衣服是朋友送给我生日的，鞋子是 New Rock， 86、88的样子。初中在韩国读书，然后高中再去澳洲，学校伙食太好了，没有办法。祖安人，欢迎您来到祖安人，这个可以说。人民币玩家，恋与制作人，充了快50000。What？找不到周奇洛那样子的人就很可惜。我的怎么说呢？掉家人，掉家人。2019年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？基本没有，没有找到心仪的女朋友吧。跟很多人说了再见吧，虽然我不后悔，但是会有点觉得惋惜。搞的钱太少，你觉得自己单身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单身易暴富。真的没有人追。我从来没有被女孩子追过耶。那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希望或者鼓励大家的？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负能量的圈子里面。我是相信摔得有多狠，飞得就有多高这样。听说有钱未必会开心，但是我不想听说，我想体验。我的愿望还是暴富。我会选暴瘦吧。我希望所有女孩都可以找到属于她们的守护天使。叫刘飞，我是 PCL 的 rapper。要今天的穿搭，袋鼠的300多吧，外套 FGK 799，裤子 3F 499，是有什么作品？气氛小队长。你脸上这些是画的还是？肯定是泡完贴纸啊，谁会去在脸上纹那么多鬼东西啊？肯定是泡完贴纸啊。反正不看内衫，反正不看内衫，俊俊就可以了。潮州人，身高189。要静姐今天的穿搭 ，H&M 的一个卫衣，网购的牛仔裤 ，Nike 的 Air Force One。我今年是26岁，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哦。保养的好吗？怎么保养的你？就是要通宵熬夜，多运动。通宵熬夜，运动。圣诞节到了，有没有做到什么？圣诞节是什么节日来的呀？过中国式的节日。中国式的节日。那你觉得元旦是什么节日？元旦是一个团圆的日子，是要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日子。叫黄子晴。上一家项链的话可能10块，很节俭。那你的工资都去哪了？赚钱肯定要给女朋友花，工资要上交给女朋友，上交给女朋友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小狼狗还是小奶狗？看情况，自由接吧。这么厉害吗？会有很多迷妹私信你的抖音？不会，都是男的私信吗？我也如果要在韩美娟和阿成之间选一个当对象，你会选？上头了吗？上头，上头，上头。是。紫菜蛋花兔是那个抖音网红吗？我不是网红，不是网红。黄晨晨，我的儿子。你儿子？哭着流着，那一点一点，又发现一路子没倒影。可以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兔子装今天是99.9，我的鞋子是 Starter 1200，爸爸送的，这是爸爸的，这是爸爸的。为什么他是在你心中是最帅的？我没有觉得很帅啊，我没有觉得很帅啊。我太难了。如果易烊千玺跟你约会一天，然后你就失业一年，你愿意吗？约会一天是泡不到的，泡不到的。我好好工作，成为个牛逼的人，才可以泡到易烊千玺。我叫第五月星。我叫刘勋。很感激你对我的宠爱，比我一直。可以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你们的穿搭吗？有干净的衣服就穿，有干净的衣服就穿。那我有注意到你们的这个都是被铺的吗？今天早上看他穿这一套，然后我就也穿这个。哇，他有哪些特质吸引你了？长得可爱，对我长得可爱，对你好。是不是你的学生时代的女神？是是是，现在也是，现在也是。哇，那如果你惹你女朋友生气了，你会怎么哄她？她应该不会惹我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脾气太好了，因为她脾气太好了。我叫苏家俊，今年20岁，在英国上学。아무생각없이평소와같이보통사람들과만나고도마外套是 Vapor Blue 的，就500块钱左右。鞋子是巴黎世家的，几千块吧。听说英国是腐国，哎，你会不会有点担心？可能吧，我。你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直的是吗？对对对。你平时出门化妆吗？想化，父母不让。哦，那很严。会戴美瞳吗？戴不进去。悲伤的故事。
我叫亮亮，20岁，在深大上学。衣服冠军的几百块吧，鞋子是 Nike 的。有被星探丢过明信片吗？哦，有。13岁的是在韩国那个 JYP， 觉得是骗子，然后就走。但是我当时很后悔，就是还不知道王嘉尔。你不要挡住你美丽的脸庞。啊，我刚好紧张。哎，万一这一段被王嘉尔看到，你想对他说什么？就平时不要太辛苦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哇，你是妹妹粉还是亲妈粉？女友粉。女友粉。真的好想你。小雪，1.7米，100斤。年年18岁。上一淘宝上面买裤子也是，大概200多吧。包的话，在香港买13000。怎样怎样？一直喝，但都不喜欢的就一直喝。对，喜欢的话那就一杯倒一杯倒。有个平时喜欢的男生，主要是对我好就行。主要是看性格，具体一点呢？王嘉尔可以。主要是看性格，王嘉尔性格。王嘉尔超级可以。100斤，24。今天是情侣装吗？今天就只找这两件，没办法，朋友那里买的，500多左右，手表卡戒6万多。好，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网络认识，网络情缘。去酒吧的话，那个美女加你们俩谁微信多一点？都多吧，我比她多一点吧。她比你差一点，其实。那你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阳光一点，就是其实对我好就好了，我觉得。哇哦，评论区的姐妹有机会吗？可以，女的都有机会。只要她主动一点，我觉得我会让她知道什么叫心想事成。哇哦。我叫刘俊廷，然后在西留学。穿搭看着搭的，短袖3000 ，Amiri， 裤子 Amiri， 鞋 CL 12000。包呢？好傻呀！眼镜阿斯顿马丁10000多吧。啊，在哪个大学上学？悉尼科技大。怎么样，出去留学了吗？是自己考过去的吗？还是？不然找关系吗？你有计算过你每年会给他送多少口红或者礼物吗？按人民币算。可以按澳元。澳元1万多吧。我叫银少宇，来自四川，单身，1.78米。穿的比较正装吧，宝格丽的蛇戒大概10万块钱，卡地亚的话10000多块钱吧。哎，小哥，我刷过你的抖音，你厨艺怎么那么好啊？抓住一个女人的心话，首先要抓住她的胃吧。那你不小心把她养胖了怎么办？把她养胖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。哇哦，你觉得你们俩靠的谁深一点？她吧，比较老实，她比较靠的深一点。那11了，你有想买的东西吗？想，可是没人要啊。哇，好，那小哥，你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？对我好的吧，喜欢我，爱我，真心相爱就可以了，我的要求很简单。哎，如果有特别喜欢你们的小姐姐刷到这个视频了，你想说点什么？记得双击么么哒。